新婚夜，我扶着喝醉的老公回房间，他打了个嗝，大手捞过我的腰。林叔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娶你，但我不是林叔。我成全了他，但他却哭着求我原谅。今天是我和韩毅的新婚夜，他喝多了，亲朋好友闹完洞房离开时，他已经趴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我走过去，在他耳边娇声道：“老公，回房睡。”他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，含糊不清的答应。我高伸手去扶他，大手捞过我的腰，让我坐在他腿上。因为长期锻炼，他的手上附有一层淡淡的薄茧。韩毅的手在我的腰上轻轻磨砂，微微有些痒。我笑着搂着他的肩，刚准备回应一个吻，他接下来的话就将我推入了深渊。林叔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娶你。他的脸蹭着我，声音温柔缱绻，心仿佛被尖刀划过，四分五裂的痛蔓延周身。我捂着胸口，疼到窒息，因为我不是林叔。林叔含义呢喃着抱紧了我，像是极怕我离开此刻的他梦里是和林叔的相拥着吗？他小心翼翼地珍惜着。那我呢？我用尽全身力气推开含义，冷冷地道：“含义，你清醒点，我是朱笑笑。”没了一称，含义称坐起来，带着七分醉意不满地看着我：“阿叔，答应你不带别人去我们定情的游乐园。”我做到了，你怎么还生气？我的脑袋有一瞬的恍惚。上个月我终于抢到期待很久的游乐场门票，央求他陪我去。他掐灭了烟，不以为然：“那种地方都是小孩玩的乖，我们不去。”那时候我以为他是觉得幼稚，现在终于明白，原来那是他和林叔定情的地方。林叔是你的真爱，那你还笑笑吗？我拿出手机录着音，手却在发抖。韩毅一愣，然后缓缓道：“我只爱你，阿叔，其他人都是将就。”将就，这么多年我只是将就。去找你的林叔吧。我将他推开，他的头撞在墙上闷哼一声，也清醒了一些。好渴，帮我倒杯水。我冷笑一声，让林叔给你去倒。在听到林叔的名字后，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了。你又闹什么？我都和你结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去提他？他烦躁地扯掉了领带，踢了脚上的鞋子。朱笑笑，做人要懂得分寸，就算是夫妻也不行。分寸，他让我懂分寸。我靠着墙壁张了张口，最后什么都没说。我和韩毅是校友，当初林叔丢下他出国，他每天颓废着，他的室友天天守着他，怕他自杀。后来偶然的在学校附近的酒吧，我和他正式认识来往。在那以前我就注意到了他，可真正的喜欢是在那以后。我知道他忘不了林叔，于是我拼命对他好。可是三年了，就是养条狗也该有点感情。可是三年的投入不及别人的一生轻换。咚，门撞在墙上反弹回来。韩毅走进卧室，脚踩碎气球发出砰的一声。满屋的喜庆装饰无疑不再提醒我，今天是我和他的大喜之日。这三年为了迎合他，也为了可以走进他的心里，不管什么节日纪念日我都做足攻略，每日三餐我也亲力亲为。我的初衷就是想让他快乐一点。第一次学做菜，我不仅将手指切破了，还差点点了整个厨房。看着一桌的黑暗料理和我满眼期待的眼神，本就寡言的他竟夸了我几句。当时韩毅看了我很久，笑笑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笑着眨眨眼，因为我的心里全是你啊。不等我继续表白，韩毅就捧着我的下颌俯身吻了过来。韩毅习惯将自己的情绪藏起来，那是我第一次感受他的炽热的情绪。那时候我以为我真的走进了他的心里，可这么多的好都不及林叔一滴眼泪的珍贵。这一刻我真的死心了，原来多年的痴恋真的可以用一晚结束。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夜晚尤其突兀。我将东西全部打包好，坐在沙发上等着韩毅起床。早上八点，韩毅出来后见桌上空荡荡的，皱着眉道：“我饿了，怎么没早饭？”我安静地坐在那，并没接话，就像无数个早晨一样。他早已习惯起来就有吃的的日子，许是没得到我的回应。他吐掉嘴里的泡沫，探出半个脑袋望着我。清晨的一缕阳光透过窗台照进来，我的眼睛莫名有些酸涩。他先是一愣，然后走到我身边坐下，薄荷味随即落在我脸颊，轻轻留下一吻。老婆，今天吃什么？他软着声音又问了一遍。我知道他这是在为昨晚的事的道歉和弥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和他退出一点距离。韩毅，我们聊聊吧。他的脸色肉眼可见的沉了。行，你聊什么？说。他揉了揉眉心，仿佛我在无理取闹。我们分手吧。他猛地抬起头，不可置信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？理由？你不要告诉我，就因为昨晚我喝醉了摔了房门。我被他气笑了，打开手机将昨晚的录音播放出来。录音结束，韩毅的脸黑得吓人。没过一会他凑过来：“我喝醉了。”醉话你也当真？你是三岁孩子？我轻笑一声，我真希望我是三岁孩子，一颗糖就能心无芥蒂忘了所有。分手吧，我累了。韩毅不耐烦地点了根烟。朱笑笑，我说了，这是醉话，我都和你结婚了，这不是最好的证明？我放下钥匙，不想再说。他大概没想到我这次不是试探，而是认真的。他一把抓住我箱子：“你玩真的？”“是，我们分手吧。”他疼得站起来，眼里压抑着怒火，扫了桌上的茶杯，用手指着我：“行，你走，走了别后悔。”他一直都是这样，吃定我不会离开。犯了错他会发脾气，等我去哄他，从不觉得自己有错。被爱的人有恃无恐。我抓着行李箱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坐在车里，窗外的风景倒行着。我知道昨晚婚礼前林叔给他打了电话，所以他猛灌着酒，麻痹着情绪。前段时间林叔在闹离婚，闹得凶时韩毅一直陪着他。他说林叔性子柔和，在这个城市没有亲人，他不去他会吃亏。甚至半年前他还和林叔的丈夫大打出手，进了派出所。我去派出所的时候，他正抱着哭着的林叔，柔声安慰着他。那么温柔的韩毅对于我来说太陌生了，是我咎由自取，卑微着陷在自以为是的爱里。回到家，我将分手的事告诉了爸妈，他们很支持我，
尤其是我妈简直可以用高兴来形容，因为她一直看不上韩毅，洗了澡躺在床上，手机通知栏一个眼熟的微博账号，昨天发布了一条微博，林叔，我回来了，新的生活，新的开始。离婚后林叔再次出国，没想到昨天回来了，难怪韩毅会喝醉会后悔。我笑了笑，随手点了个赞。趁着休假我去了三亚散心，原本也是计划蜜月的地方，现在只有我一人。晚上刚躺床上编辑九宫图发出去，闺蜜的消息就传了过来，宝，你不是和韩毅在蜜月吗？为什么我看到他和林叔在咖啡厅喝茶？和韩毅分开这事我还没来得及告诉闺蜜，正当我准备回，她的语音打了过来，电话一接通，那边的骂声传了过来，姐妹，气死我了。闺蜜喘了口气，继续到我跟踪韩毅，你猜我看到什么？他居然背林叔去商场给他买鞋去了。你不知道他看林叔的眼神简直温柔的不像话。我简单说了几句挂了电话，闺蜜大概猜出我心情不好，没再多问。夜晚的海风有些微微凉意，我裹了件薄外套坐在楼下咖啡厅，旁边的泳池里传来小情侣的嬉笑打骂声，一阵风吹过来，很多不经意间的小事就会涌上心头。林叔是韩毅整个大学时期唯一承认过的女朋友，有次林叔肚子疼，韩毅知道后顾不上被记过的影响，冲进女生宿舍抱起林叔去了医院，那件事闹得很大，韩毅甚至被记过处分。后来林叔出国后，是我陪着韩毅熬过了暗淡无光的那段时光。我们在一起后，有次我肚子疼得站不稳，颤着手找到他电话拨过去，韩毅，我肚子疼。韩毅当时在加班，他只是轻声安慰我，让我赶紧打个车去医院。最后我是被救护车带去医院。思绪拉回现在，那时是我看不清，现在才明白林叔从始至终都是他的偏爱。回到酒店差不多快十点，刚想刷一下朋友圈，就看见韩毅新发了一条朋友圈。韩毅的朋友圈万年不更新，即使我们结婚他都没有发过什么。鬼使神差我点了进去，是一张和老同学的合照，林叔和他的脸几乎贴在一起，配文许久未见，甚是想念。我在韩毅那条朋友圈下停留了几秒后，顺手点个赞。从前觉得他不发朋友圈是因为懒得发，现在想来或许不过是觉得我不配。一条消息震动了下，我退回去点开，笑笑，看到你朋友圈下一站去桂林，刚好我也要去，一起吧。是顾战，我的前男友，当初和顾战在一起完全就是意外，我为了大冒险，而他为了气他的暧昧对象，结果我们连手都没牵过，还处成了哥们。拒绝的话还没发出，他又补了句我老婆也一起蜜月旅行，我删了打好的字答应了下来。第二天我们在酒店会合，老远就看到顾战向我招手，扯着嗓子笑笑，这里。顾战和韩毅不同，他帅得很张扬，性子也很热烈，站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娇妻，看到我的时候姑娘对我甜甜一笑，温柔恬静，和顾战刚好互补。顾战用手肘捅了捅我，我老婆脚脚漂亮吧？确实好看，我笑着点头，我说的是实话。顾战看向脚脚，满眼的爱意藏都藏不住，多亏了顾战的攻略，这趟桂林之旅相当的充实。晚上他们要继续玩，我看眼角上磨出的泡，选择窝在酒店休息，发过朋友圈，我将手机扔到一边去洗澡。十分钟后我擦着半干的头发，偏过头拿起床边的手机，几十条未读微信和未接电话全涌了进来。刚解锁，韩毅的电话打来了，电话接通，韩毅劈头盖脸质问我，你和顾战在一起？朱笑笑，你不要过分，我们分手了，我和谁在一起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韩毅冷笑，谁分手的？我不同意，你就一直是我的人。我搞不懂他和林叔一起喝咖啡叙旧，现在居然倒打一耙，我懒得和他纠缠，我要睡了。就在这时门铃声响起，我起身去开门，顾战从门旁跳了出来，看，我带了串串和啤酒，走一个。他眼神指了指阳台，对我勾唇一笑，朱笑笑，你在哪里？什么酒店？电话那头传来韩毅的怒吼声，这才想起我手里的电话还没有挂断，你先去，我跟顾战示意接个电话。韩毅，我还有事，挂了。说完我将手机放到床头柜上，等我出来时，顾战和角角已经将吃的全部拿出来摆好。笑笑姐，快来坐。角角露出一口小白牙向我招手，趁着晚风我们举杯畅饮，回忆起青春里的那些事，我才知道角角就是顾战当时的暧昧对象。顾战还说起和我假装情侣的尴尬场景，随后传来我们仨哈哈哈的笑声。我发现角角不仅漂亮还很爽朗，一整个是我的菜，女生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简单。最后角角在顾战怨毒的眼神中赖在我房里睡，愉快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。第二天又发生让我头疼的事，次日清晨房门好像被人拿着大锤凿，角角戴着耳机愣是没被吵醒。我睡眼惺忪的下床去开门，此刻门外的顾战顶着巨大的黑眼圈拽着我的胳膊哀嚎，笑笑，角角呢？没有他我根本睡不着。出息，我白了他一眼，侧身让出个位置，顾战立马奔去卧室，将半睡半醒的角角直接扛了回去。果然新婚燕尔，我笑了笑准备睡个回笼觉，韩毅姑妈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笑笑，你年轻不懂事，韩毅都和你结婚了，那心肯定在你这，想说不过。原来他以为是两口子在闹别扭想劝和呢，我实在不想听下去，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，姑妈，我和韩毅已经分手了，至于原因要不您还是问他吧。姑妈顿了一下叹了口气，笑笑，我们都觉得你最好，心里也指着你有什么事等你回来再说，其实这种话听听得了，没有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的，因为昨晚喝了些酒脑子有些迷糊，我懒得和他继续说下去，挂了电话我倒头睡去。睡醒后整个人都精神了，我伸了伸胳膊，刚好角角来叫我吃饭，一下子从新娘变回单身。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，我有种恍惚感，自从和韩毅在一起，我好久没和朋友出来玩过了，
角角对了对我的肩膀，这是多久没看过帅哥这么入神。我苦笑一声，拉着他进了一家饭店，吃得正起兴时，我的电话又响了。角角瞄了一眼，揶揄道，笑笑，你这几天电话太多了，不会又有情况了吧。我吞下嘴里的那块肉，看了眼手机，不是，一个朋友。我走出饭店，站在门口的槐树下接通了电话。来电的是韩毅的好哥们，也是我们婚礼上的伴郎周山。嫂子，我知道不该打扰你的，可是……他说了一半突然停住。我攥着手机的手不自觉紧了紧，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没事，你说吧。我深吸了一口气。周山饿了一声，继续道，一哥喝酒胃出血，这会正在医院，他嘴里一直念叨着你，我想他应该是想你了。挂完电话，我愣了好半天，一股说不清的情绪在心底弥漫开来，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头绪。玩了一天，刚好假期也到了，我订了第二天的航班，准备回家。飞机平稳的运行，我有些失神地望着窗外，地面上的建筑在黑夜中逐渐变小，最后变成星光点点。旅行归来，我累得只想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也这么做了。晚上外面下了好大的雨，一道惊雷声将我吓醒，刚好我妈端着饭菜一脸笑意走进来，她坐到我旁边，一下一下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怎么还和小时候一样听见打雷声就害怕。我向来喜欢顺着杆子往上爬，直接钻进妈妈的怀里，因为我还是妈妈的小宝宝呀。我妈笑着宠溺地刮了刮我的鼻子。休息了一天，我按照周山发的位置打车去了医院。安静的病房传来清浅的笑声，我立在门口，透着不算光洁的玻璃，最先看到的是林叔，他正在给韩毅擦嘴，不知说了什么，轻轻捏了捏韩毅的脸，甜甜的笑着。虽然已婚，但林叔和以前没什么变化，依旧是甜美可人。我不由想到韩毅以前说的话，他说我个性太张扬，不似林叔温柔细腻。因为他这句话，这些年我和他在一起时会刻意收敛性子，甚至常想这件事如果换成林叔他会怎么做。现在想来，那个时候的我实在是卑微又可笑。推开门，林叔转过来看向我，笑了起来，笑笑，你终于来了。韩毅一生病就像个孩子，可磨人了，现在你来了，我可就要功成身退了。我看了一眼韩毅，他也正看着我，眼底晕着脑溢，是恼我打扰到他们了吧。是啊，我一直都是不合时宜的，是卑微的舔狗，但现在我醒了也累了。不用，我还有事马上就走。我淡淡地道。林叔一愣，有些惊讶地看着我，我今天回去拿东西，至于分手，索性我们没有领证就不存在其他的手续了，就这样吧。我说完和林叔颔首，我先走了。我转身要走，韩毅却喊道，朱笑笑，玩也玩了，闹也闹了，你还要做到什么时候。一阵风自窗户中吹了进来，有些许的凉意，但却带走了我心里最后的不平静。韩毅，我不闹了，所以分手吧。我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病房中，韩毅道，分就分，不要当我离不开你。我笑了起来，是啊，谁离不开谁呢。笑笑，林叔追了出来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医院一楼的咖啡厅，林叔坐在我对面，妆容得体，笑容甜美。他说当年韩毅表白时轰动一时，全校的人都知道韩毅爱他。林叔是自信的，因为韩毅也确实爱他，事无巨细宠着他，可能人年轻的时候就想多是几个，林叔也不例外，所以他甩了韩毅决然去了国外。林叔要了一杯拿铁，他搅拌着咖啡笑着道，韩毅一开始不喜欢喝拿铁，说奶味重，可我知道后来韩毅每天都要喝一杯。笑笑，林叔抬头看着我，眼中是轻蔑的嘲讽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对不对。我起身离开座位，是，所以我不勉强了，也祝你的回头草吃得开心。我不要了。所以韩毅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。出了咖啡厅就看到穿着病号服韩毅，他冷沉着脸静静看着我，绕开他，我目不斜视地往前走，但手腕却被他抓住。朱笑笑，你想怎么样。我回头看着他冷笑道，放心，我没对你的心上人怎么样，他好着呢。他一正惊讶地看着我，但抓着我的手又紧了不少。你不要无理取闹，我说的不是这件事，我在问你我们的婚姻你想怎么样。想怎么样要问几次，是想一遍一遍确认好羞辱我吗。分手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告诉你答案。我不同意，韩毅低沉着吼道。朱笑笑，我的生活你想进就进，想走就走。我甩开他的手，你不爱我何必日日相对互相折磨，再也不见韩毅。他追着我从身后抱着我紧紧的。朱笑笑，谁说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又怎么会和你结婚。我愕然回过头去，林叔正站在门口，面色煞白地看着我们。离开医院后，韩毅每天给我打电话，我不知他什么心理，也没心情再去猜。之后韩毅依旧每天给我发信息打电话，那天我确实喝醉了，说的都是醉话，你要当真就太没意思了。笑笑，我和林叔没什么。我删了这些话，无所谓的笑了笑，将韩毅一切联系方式拉黑。以前我心思都扑在韩毅身上，现在没了爱情，我就开始拼了全力工作。新上任的领导对我能力很欣赏，提拔我做大区经理，同事都说我这是情场失意，职场得意。当晚闹着要我请吃饭，九点半散场，我喝得微醺，在 KTV 转角处听见老同学江晨的声音，透过血眼的门缝，我又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，是江晨和林叔。林叔穿着黑色小吊带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显然喝得有点多了，略带哭腔，江晨你帮帮我。说着他还想往江晨身上靠去，林叔请你自重。江晨将林叔往外推着，林叔好像并没听见，没骨头似的往江晨身上攀，当年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至于躲到国外去。我只知道当初的林叔甩了韩毅去了国外，没想到竟是为了江晨。江晨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才子，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的人却还那么优秀，当时学校有很多女生喜欢他，我也曾胡思乱想过，但因为太熟了决定不吃窝边草。可当年韩毅给林叔的爱毫不夸张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心怕摔了，一瞬间的恶趣味。
我还真想将眼前的画面录下来给韩毅看看，但现在他们的事和我无关了，这些狗血的三角恋还是四角恋我才懒得管。转过身要走，撞上服务员，我本能的后退高跟鞋却崴了脚。江晨顺着声音望了过来，和我来了个四目相对。我收回目光，转身加快了脚步离开 KTV 门口。我又遇到江晨，避无可避，索性大方打声招呼，好久不见。江晨的身旁此刻并无其他人。你刚才来脚了，能走路吗？没事。好走的和我折至门口，你接着玩，我撤了，改天再聊。一走路脚踝隐隐作痛，我忍得辛苦，一只手却扶上我的胳膊。江晨叹了口气，我送你。我并不想让他送，可低头看了眼轿车软件显示排队35人的消息，那麻烦你了。上车后，江晨修长的手指搭在方向盘上，他转过来看着我，林叔回来后，你和韩毅还好吗？我因为怕尴尬，所以正假装忙碌的和闺蜜聊天。闻言惊讶的看着他，你知道我和韩毅的事？江晨笑了起来，他揉着眉心，一脸的无奈。朱笑笑，在你心目中我是傻子吗？不是，在我心目中你是两耳不闻窗外俗事的神仙。我笑着捧他，我和江晨虽是同班，但并不算熟，只因为他太优秀又高冷，实在是我高攀不起的。多谢你夸奖你和韩毅的事。我知道江晨挑了挑眉，这一瞬我进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担忧。担忧我和韩毅的感情吗？车子平稳的行驶，我望着窗外明明灭灭的路灯愣神。江晨的声音缓缓飘进我耳朵，过几天有个小型同学聚会，你去吗？聚会吗？我还是刚知道。江晨看着前方路况，一脸笑意继续说着，我都不敢想象如果你去，场面得是个什么样。我被他的话逗笑了，哪有你说的这样厉害，不过都是大家捧场而已。江晨则了一嘴，当年在咱班你是颜值与智商并存的女子，代表全校参加省级知识竞赛，还拿了冠军回来，咱班哪个不以你为傲？回忆起从前，气氛一下变得轻松。你不知道咱班那些小子和你说上几句话都能高兴几天，可惜最后居然被韩毅抢了先。说到韩毅时，江晨有些咬牙切齿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不答应就有些说不过去了。行，我去，到时候见。刚好车子稳稳停在小区门口，江晨还想送我，我拦住他，别送了，时候不早了。行，那我看见你家灯亮再走。我点点头，拉开车门离开，能感受到身后一直有道目光追随着我。回到家，看着江晨离开后，洗个澡，我一夜好梦。几天后的同学聚会，我稍稍打扮后准时出现在包间门口，推开门，热闹和喧嚣扑面而来，一群人扭过头，欢呼声迭起。哇，班花来了，今天这同学聚会来得值。江晨神色飞扬，看见我摆了摆手，笑笑，坐这里。这热情的程度我都难为情了，我哪是什么班花，都是各位抬爱了。我笑着往江晨身边走去，其中一人笑着说道，你是我们封的，实至名归，不用谦虚。对，江晨那会还暗恋你呢，可是你眼里只有韩毅。顿了顿，另一个同学愤愤说道，害我还赌输了。紧接着是一阵哄笑声，江晨听着眼角落了点笑，和从前一样，看似对什么都漠不关心。他对我勾勾唇，示意我喝点面前的水，可我看到他的耳尖都红了。我刚喝完一口水，韩毅推门进来，一阵寒暄后，他双眼聚焦在我身上，眼神晦暗难辨，发现已无空位，韩毅在我对面坐下。我和韩毅的事同学们多少知道一些，整顿饭大家默契的只聊些从前的往事。散席后，我和江晨坐的位置靠里，所以得等大家都走才能出来。韩毅站在门口见我来时，他紧抿着唇哑声道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不想再和他纠缠。事实江晨过来给我解围，笑笑，我和你顺路，我送你。我点点头，刚准备离开，韩毅一把扯住我的胳膊，他红着眼睛一字一句道，朱笑笑，我在这里你让别人送？韩毅，请你自重，我们分手了。他抓着我的手不松，我不同意，我不会和你分手的。江晨见状拔高音量，把手放开，说完他将我护在后面。我瞥到韩毅攥得发白的骨节，他一把揪住江晨的领子，怒字欲裂，江晨你什么意思？别人的老婆你要不要脸？我们没领证，我强调了句。江晨的脸色转阴，语气冰冷，韩毅你听到了吗？江晨扶开韩毅的手，一拳揍在他脸上。我从来没想过江晨会动手，韩毅猝不及防被打得连连倒退，韩毅抡起桌上的一个啤酒瓶砸了过去，江晨下意识用手肘去挡，碎片划过他的手腕，鲜血流至手心。两个成年的男人都带着怒气，下手一个比一个重，我喊话他们不听，只能心一横，直接张开双手拦在他们中间，别打了。韩毅站在我面前，脸上挨了拳头，嘴角渗了血。我上前扶住江晨，对于江晨我是愧疚的，无端将他卷进来。江晨用舌头顶了顶腮帮，偏过头，韩毅是你不珍惜他在先，现在又纠缠骚扰，不要脸的是你。韩毅双眸猩红的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直到我扶着江晨走出包间，他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我知道这一刻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彻底失去了我。我扶着江晨出了饭店，不小心碰到他手肘，疼得他皱起眉，嘶了一声。我愧疚地问他，抱歉碰到你伤口，去医院处理下吧。江晨温柔一笑，不用去医院，另一只手掏出车钥匙递给我，不过要麻烦你送我回去了。把江晨送到家，客厅里放大的同班集体照吸引了我，那会流行丸子头，而我的啾啾都快挡住身后的江晨了。这个照片你怎么还放大摆正中了？从小到大的集体照不知多少，他却只放大了这张。他目光闪烁了一下，浅笑道，毕业照当然要留着。我扶他坐在沙发上，拿来处理伤口的医药箱，沾了碘伏的棉棒刚碰到皮肤，江晨嘶一声，不好意思，我轻一点，我轻吹气，试图让他舒缓些。江晨倒很淡然，笑着道，不疼，胳膊都皮开肉绽了，怎么会不疼呢？
刚才你其实不用管的，我能处理，我用棉棒一下一下轻擦着伤口。一时忍不住，江晨认真地看着我笑笑，含义不值得。我抬头看着他，撞进他温柔的目光里，心口不知为何柔软了一下。我和他点了点头，我现在知道了，他不值得我将他胳膊包扎好。又笑着道，今天谢谢你。我起身放药箱，他忽然抓住我的手腕，嗯，怎么了？我看着他，他认真地看着我，眸光缱绻着温柔，声音微微发涩，他们说的其实是真的。真的？什么真的？我忽然想到席上同学们打趣说江晨喜欢我的话，他现在和我在强调这句吗？我的心突然像被什么撞了一下，脸也发热了起来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伤口不要碰水，我先回去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我一口气说完，拿起包准备走，却又忍不住回头去看他。他靠在沙发上，修长的腿曲着，垂着眼帘，长长的睫毛在脸上留下暗淡的光影。这样的他让我内疚，我不敢再留，因为升职我变得忙碌起来。这天我向领导提的新项目因为资金不够被毙，导致我一天的心情极差，午餐没吃多少，晚上同事聚餐我也拒绝了。走出写字楼，江晨的电话打过来了，我心头一跳，那天表白过后我有意避着他，他也默契的没有找我。犹豫过后我还是接了，江晨轻快的声音传过来，我手上的伤好了，一起吃饭庆祝一下。我轻轻笑了起来说好。夜风吹来，路边的霓虹灯闪烁明灭，喧嚣声由远及近。这一刻我突然感受到，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小心翼翼照顾我的情绪。好，地点你定，我请我勾起被风吹乱的头发，别在耳后不自觉勾起来唇角。吃饭定在了附近的火锅店，热闹放松。等我到时，江晨已经坐在那儿，他点的菜都是我喜欢吃的，我甚至都不清楚他是怎么细致了解我的喜好的。我又点了瓶酒递回给服务生，这段时间有点事需要处理，我会留在 A 室，你有事随时召唤我。江晨一边给我倒水一边说着，你是神龙吗？我比神龙好，不用你集齐七颗龙珠。他笑得促狭，我哈哈大笑。我们聊了很多上学时的事情，他说的有许多我都不知道，是你给我送的伞，不然呢？他白了我一眼，难道你以为是天降雨伞？那天下雨，我被困在图书馆，我给韩毅发消息说雨好大，没想到等我出来的时候，图书馆门口就放了一把贴着我名字的伞，我以为那把伞是韩毅送的。我喝了口酒，笑得无奈，这么多事都是我一个人的臆想和感动，最可笑的是连对象都错了。好了，江晨隔着桌子摸了摸我的头，都过去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别一直沉浸过去。朱笑笑，要看未来，珍惜眼前人。他说着冲着自己比划，我白了他一眼，让他滚。我们之间的相处又回到了在校时的状态。等吃完火锅，我已经醉了，江晨咕弄着将我扛到车里，又一路扛着我上楼。朱笑笑，你别动了呀，待会脸朝下摔到你破相。破相就破相，我不在乎这张脸。我在乎江晨道，关你什么事？家门口，我晕乎乎撑着墙，仰头看着江晨，他忽然走近，目光锁在我的眼中。我在乎，一直都在乎。离得这么近，温热的呼吸扑面而来，我的心毫无节奏地跳了起来。江晨好看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对着这么好看的人，我摇着头甩开杂念，我不想恋爱，至少现在不想。跑什么？他将我扶住了，不满地咕弄着，我又吃不了你。他翻出我钥匙，一手扶着我肩膀，一手去开门，我却站不稳，踉踉跄跄扑进他怀里。他周身一僵，顺势揽住我的腰。朱笑笑，你这是投怀送抱吗？我摇头。朱笑笑，江晨盯着我，声音暗哑，能不能看看我？目光相对，他眼底是缱绻直白的爱意，徐徐翻涌开来，似是惊涛骇浪拍在我的心口。大约是美色当前，又或是酒精上脑，我勾住了他的脖子，亲了他的嘴唇。我看见你呢，你瞎吗？他眸色更浓，低声道，是你先动手的。他说着便拖着我的后脑勺，一个强势而浓烈的吻铺天盖地将我席卷其中。他紧搂着我，在我耳边呢喃，很高兴你终于看到我了，笑笑。周末我没有定闹钟的习惯，一般都是睡到自然醒，今天却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。喂，睡意朦胧的接通，江晨声音轻轻柔柔的，头疼吗？我疼的弹起来，不疼，你有事吗？听到他的声音，我的脑海突然闪现昨晚的那一幕，我吻了江晨，我主动的，怎么办？我吃了窝边草，笑笑。江晨没听到我声音，促狭道，你是不是打算将我拒之门外，然后老死不往来了？朱笑笑，江晨磨着牙喊道，一吻定情，你不能始乱终弃。我倒在床上蒙着被子哀嚎，我是动情了，可那是江晨啊。我迅速洗漱换了睡衣才给江晨开的门，本以为他会生气，可看到我他已是笑容满面，松了口气的样子。朱笑笑，江晨将头搁在我肩头，咕弄着，你不能言而无信。他的脸蹭着我的脖子，我的心某一处便坍塌了下去。好，我说话算数，真的。他看着我，眼里是惊喜。我点了点头，真的。我追着韩毅那么多年，和他闹和他争，我要的其实就是一份心无旁骛的偏爱。江晨得了信，立刻捧着手机发朋友圈，只是自拍合影他就发了9宫格，还配了腻人的文案，女神终于看到我了，如愿以偿。你也太肉麻了，我一脸无语。他却乐此不彼，复制粘贴了所有社交平台。紧接着我和他的电话就被人打爆了，他朋友圈的留言倒很正常，清一色的祝福等喝喜酒之类的话。我以为时隔多年我和江晨的恋爱会是克制的成年人恋爱，可没想到他很粘人，恨不得24小时贴身。有时候我都无奈了，你的员工知道他们高冷的老板是这样的人吗？人有多面性，这很奇怪吗？他从背后搂着我，蹭着我脸，软软的头发撩着我的耳际，我仰着躲他。笑笑，我们结婚吧，他道。我错愕地看着他，不想结婚吗？那先订婚也行。
我就想要个名分。我哭笑不得，过了两个月还是跟着他去见了他爸妈。他爸妈确实很好相处，对于我和韩毅的事情他们并不在意，还安慰我，孩子，以后小陈如果欺负你，你就打回去，我们绝不偏帮他。为了表达他们的诚意，见面包给我个大红包。我们的婚礼定在三个月后，彩礼也按照当地最大规格，给足了我的面子。和韩毅在一起时，我生活的所有重心都围绕着他在转，可是和江晨在一起，我却觉得无比轻松。他事事都会和我商量，为我考虑。原以为婚姻就是合适，如今和江晨在一起，感觉到却是纯粹，纯粹的包容，纯粹是偏爱。婚礼如期举行，韩毅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来了婚礼现场。江晨轻拍着我的手背，示意我他会解决。自从那次聚会后，我再没见过韩毅。如今的他脸上挂着胡茬，乌青的双眼，整个人失去了精气神。江晨让人看着他，如果他闹起来就直接拖走。韩毅一直安静地坐在位置上，直到我敬酒走到他跟前。他站起来，红着双眼，笑笑，你真的要和他结婚？我点头，坚定地告诉他，比当初和你结婚时更期待更高兴。江晨挑了挑眉，满面幸福的笑。我和林叔没在一起，韩毅垂着头压抑着痛苦，我以为我是爱他的，可你离开后我才知道我的心里早就只有你了。我不知可否迟来的真情也毫无意义了。韩毅不知什么时候走的，我没再注意他。婚礼进行得很顺利，江晨哭了，冲着所有人说，如果你爱一个人一定要告诉他，珍惜他，偏爱他，无愧自己的心，无愧他愿意给你的爱。我偏头看着他，心中溢满了甜。